你情绪一变动，你的认知角度有问题，他都会跟着你对跟配你合你，配合你，就是说，比如一生气，他就窜上去了，对对，就那不是呼吸的正常状态，哎，不是，就是，我是把气以呼吸来作为一个代表，不是会，就说那你是察觉到你的呼吸会粗重啊、短啊、热啊、冷啊，或者是气急，有时候手脚冰凉，我们生气的时候。你呼吸是配合你，就像你是个主人，呼吸是个仆人，不断的就你一念一起，他就配合你走。现在是打坐的人，我们人回来，你不再发指令了，你心越静如无为，越宽松。你坐在那，你陪着呼吸，你也不要觉，不像以前你有觉啊、照啊、观啊、数啊，现在只是陪，就陪着，你不参与他的任何东西，你会看到你的呼吸。就是说他爱粗爱重，你好像就是陪着你，看也行不看也行，但是你要跟呼吸在一起。然后呢，你看着呼吸可能会，粗重啊，或者是微细啊，或者是哎，或者急促，或者是一直很粗的呼吸啊，很短啊，长啊，或者慢慢不呼吸了，它也是它的，它会出现很多状态，它或者有时候不呼吸了啊，这也是它的一个状态，不是说的。然后可能会突然在这儿憋住了，或者是到了下边呼吸了，或者你感觉跑到后背了等等，堵在哪了？你只要你不管，你不参与，也不调整，也不调呼吸，不校正它，让呼吸自己来，它会不断慢慢就哎调整到它正常的角度。但是你还是陪要看着呼吸，对，你就陪他吧，你就慢慢去体会陪跟他在一起的这种感觉。你不参与他的任何，你不调整他，你不调他，也不觉照他，你就是陪着跟他在一起，他走到陪着他。我刚刚就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比如关一会儿就跑掉了嘛，再拉回来。对，拉回来的时候，你当你拉回来的时候，因为你想想，你想想你的呼吸24小时，他一定在呼吸，他不可能你可以不想事情，但是呼吸肯定不会停，但是有时候你感觉停了，只是有时候你突然感觉到你憋在那不动了，那是你感觉停了也没问题，他只是体现一个状态给你看，我就这样子，哎，他就会他停的一个状态，他只是说我肺呼吸，我停一下，我在这你其实还没停，只是你感觉好像不动了，哎，憋住了，然后他只是突然可能又转化成另一种状态，又开始呼吸了，这种这些练法也会好，就是也不持咒了，也不持佛号了。这段时间大家都在练呼吸，都在去做呼吸再感受一下。因为大家专注力还不够，因为你要是专注呼吸上，因为呼吸是不会停的，很容易把你拉回来，有个专注点。那我需要，比如说打坐的时候，要单盘的或者什么？无所谓，单盘、双盘、三盘都行。嗯，有时候就是跟观啊什么定也是有一样的，但是以陪更轻松一点啊，中国文字这种对，哎，但是有时候你盯着他好像就是一个陪呢，是两个是平等的，哎，你陪着他盯看观好像就是一个阻碍，好像俯视，哎，对对，内一个外，哎，就有那种感觉了，人这个意识层面主客人啊，就中国人这个字这个打坐真是要突破，我发现这块我特别短板。是啊，腿疼是一个方面，但是最主要是散乱。腿疼如果疼的话，你伸开伸一会儿，揉揉再盘上。再盘上。你也不一定起坐。那散乱是没办法，因为这个就自己要调整不过来，谁也没办法。散乱，一个是坐上散乱，那你就配合呼吸吧。如果呼吸能够自在了，你到最后真的会呼吸都会自在到什么程度，不可以不呼吸的啊，就像那印度人把你埋到地底下几天，挖出来还活着，活没了，可以不呼吸，自在嘛。但是呼吸一旦自在了，饮食啊，还有就是我们这个。就是叫什么情欲啊，这些都会自在，哎，还有睡眠，饮食睡眠这种本能的都会自在。就有时候吃个不吃一个药了，睡个不睡一个药了，就是那样的。如果呼吸练好的话，其他的就好练，就很简单了，比如行波舟啊、辟谷这些都小儿科了。
现在闭谷我们对自己很有信心。嗯，但是你说闭我闭两年，那不行。对，但是你要是说我呼吸很自在了，其他真的你根本也。就是把你扔到荒山野岭，你也不去想我没吃的怎么办，就不会有这个念头。这么好啊！你要去把呼吸调好，辟谷啊，有水就行，辟谷啊，这些不让你睡觉，这些这根本折磨不到你。就很容易就像剩下就像情欲啊，本能的这些你挂也不会挂，能就行就不行拉倒，你就不会自己沉醉在那些小，就是自己觉得这里别受苦。看着他有点看小孩子的玩具一样的。对啊，就是那种就是因为这都是本能的反应嘛，都是来自于本能嘛，都跟呼吸有关。通过呼吸那西医说调荷尔蒙调内分，他佛学不出，佛学就叫调你呼吸。就可以了。就这个的话，如果在家里也这么练嘛。OK， 你会慢慢发现你的呼吸会出现 N 个状态。都要不要管，但是有些状态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最后就打通任督二脉，大笑周天。他自己会搞定的，他自己会调的，真的不是你刻意的，用你的那些意识能够导引他调过来。